3月18日，有网友爆出演员猪猪在北京举办婚礼的现场照，照片中可以看到现场布置的非常梦幻，到处都是鲜花，猪猪和老公站在中间十分般配。据悉她的老公是圈外人士，又因为疫情原因，所以婚礼比较低调小型，也只邀请了一些亲朋好友。从照片中也可以看出猪猪非常幸福，为老公戴婚戒的她满脸笑意，很是甜蜜，而且皮肤白皙的猪猪穿着婚纱非常美丽优雅，状态很不错，着实令人羡慕，不少网友看后纷纷表示祝福。还有网友觉得猪猪非常漂亮，气质卓然，结婚还挺低调的，看来大家都对猪猪印象很深刻。猪猪曾连续9年入选全球最美100人，可谓五官端正，样貌气质非凡，骨相绝佳，现在猪猪也算是事业爱情双丰收，祝福她和老公一直幸福长久地走下去。